专属的保温杯。iPad UV6090 Plus 桌上型 UV 数位印刷机是一款相当受到市场欢迎的 UV 印刷设备，它体积小，不占空间，可印制的产品种类相当多元，搭配独家开发的圆屏制具还能印制圆屏。今天布洛克 Catalina 就是要来体验印制保温瓶， Catalina 带来自己设计的图稿，我们就来看看它是如何使用iPad UV6090 Plus 桌上型 UV 数位印刷机将自己的图印在保温瓶上吧。 UV 纸喷机可在深色和浅色的底材上印制全彩、黑白、渐层色，并且印制效果十分的细致，色彩饱和度高，而且它还即印即干，不用等待墨水干燥，可节省许多客户等待的时间，以较高的效率来完成印刷工作。印制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保温瓶印得怎么样吧。